哎，没有了，有吗？怎么能没有呢？该不懂啊，我这个歌都可神奇了，我啥都没有，一般人呢就根本找不到。手里面的这个盒子就是视频当中的那个魔盒，盒子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关好之后施加一点魔法，再打开盒子就可以瞬间变出很多支香烟。而当我们再次把盒子关好的时候，再施加一点魔法，里面的香烟就会瞬间的消失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一个小盒子竟然会如此的神奇。其实这个小盒子啊，它是一个特制的魔盒，它里面的抽屉是两层的，表演之前可以把香烟藏在里面的抽屉里。而在盒子的末端有一个隐形的开关，它可以左右的滑动，这个开关就是控制里面那个抽屉的。当向左滑动时，里面的抽屉就会被锁住，盒子就是空的。当向右滑动时，里面的抽屉就会被拉出，就可以看到香烟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快和家里的小朋友一起互动一下吧。